虾、蛋、蛋，然后肉，这个是什么？肉条在？肉条、鸡肉、鸡肉。哎、欸，好特别哦，为什么不是猪肉？蛤蜊，哦，好肥啊！满满的海鲜料让主持人王佑正惊讶的吐了舌头。嗯，可以吗？很好吃耶！为它加，看就很好吃。饿了，好香哦！大战之大爆挂主持人王佑正、周玉清南下高雄六合夜市来进行美食大 PK。哎、欸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举一口。哎，以我们这种速度，搞不好可以吃两摊哦。这木瓜牛奶很有名，我们来喝十莲花汁哈、哦，就是因为啊花妈的关系。怎么会跟花妈扯上关系？因为这次的美食题目超特别，不仅有陈菊，还有邱意莹。邱意莹，邱艺人，艺人，哎，对，艺人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嘘，艺人有没有艺人？艺人，哈，最前面，艺人哦，艺人，艺人哦，艺人，有，甚至连爱情教母琼瑶、人气最夯的韩冰都在里面。老板不在啊，哎、欸，他们跑掉了，他们我们就来，不要叫你来宾，老板，老板，来，韩冰，我们来自己报一下好不好？两队不仅比速度，还要通过抢抢棍大哥的审核才算赢。你对高雄没有贡献，又吃别人的，又伤民，又扰民，又扰到商家，这一题，台北队赢。王佑正、周玉清带领多位议员，还有李明玄夫妇亲自到六合夜市玩游戏，尝遍美味的夜市小吃，果然吸引大批民众围观，让人进来高雄发大财。记者杨志玉 SNG 高雄报道。